迎接我们第154次长号进站的同时，也请小心不要靠近月台边。欢迎我们的第154次长号进站，谢谢各位旅客与我们台中站同在，一同见证这历史的一刻。有要上车的旅客吗？有没有上车的旅客？来，麻烦让上车的旅客先上车好不好？请各位旅客务必小心安全，拍照的同时请不要推挤。台中车站在这里为旅客服务了111年，超过麻烦下车的尽量往前啊！各位旅客请小心，车子要开了。开！各位旅客请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第一班的月台自强号即将开出，请各位小心。不要靠近月台，小心，小心。虽然我们有离别的不舍，但是我相信明天我们新站新气象，为大家提供更好更新颖的服务。